我开着轮船来了，袭击！有本事你袭我的轮船呐、啊，掉进去！我来，进去！怎么掉出来了？如果你真的能飞到滚筒的中间位置的，那就更完美啊！我还是有机会的，看我这艘军舰来啦！这艘军舰的体积嘎穿进去，差点让我掉进去了啊！但是怎么从外面这边掉了出来？可惜啦，你刚刚差点就要从袭击的顶上了，穿到了滚筒的中间呢、啊。是啊，我们差点就要成功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开一艘轮渡啊！这艘轮渡呢是可以载车子的轮渡起来。哎呀，这高度还是低了。为什么呢？难道我们要派出我们的泰坦尼克号吗？没事了，我们泰坦尼克号压着住了，我们继续来派出一艘小游艇。高度还是不够啊，可惜啦，再高点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最后面呢，我要派出我们的泰坦尼克号。大傻，你这也行的吗？直接把泰坦尼克号呢送到了滚筒袭击里面的。这个泰坦尼克号在袭击这边被搅了一下，结果翻了，他的这个船都还被搅碎了。最后面袭击停下了。